起呗。Hi guys, I'm back again with new song. This time I'm gonna react to a what Chenyu song. So guys, watch till the end for my reaction.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Indian Reaction. Comment down below which type of video you want to watch. And hit the bell icon for notification because I make every single new video for you guys.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the video started. 3, 2, 1, let's go. Watch the interview part 1. Hello, 朋友们，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音乐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子珍。那今天呢，我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从这里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正在录歌，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花花华晨宇。而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他录制第二张新专辑的录音棚。所以等一下，我们将要跟花花好好聊一下新专辑的故事。距离上一张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发行快有一年的时间，花花又在近日敲执起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他也特别邀请音乐风云榜来到他的录音棚做客。音乐风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花晨宇。Hello， 好久见，好久休息，拜拜。在这里，他和榜姐聊了他的新专辑，聊了他的演唱会，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探班嘉宾。房姐将连续三天为大家独家放送这些来自火星的一手素材，而今天花花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歌迷们千希万盼的新专辑动态。1, 2, 3, 4，新专辑好像很快就要跟我们见面了。对对，大约是什么时候呢？就说一下。其实我会在演唱会之前，我会陆陆续续的会把一些歌曲出一首就发一首。我现在只录完了一首。哦，所以现在的进度就是我录了一首。对，然后其他的还在一个后期的编曲中。对，有一半的歌还没编完。因为其实我今年这张专辑没有去年那么顺利。对，就是对，为什么？因为收来的歌不太顺利。就是虽然我也听了很多的 demo， 就是我去年也听了很多，但是我起码我收来了很多是我比较喜欢的，比如说烟火的尘埃，然后包括国外的那个乐队写的什么不朽啊、环游这些歌我都很爱，拆弹专家。不到我很有感觉的音乐，就一听就说哦，就是他。对，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说，那就自己来，自己写吧。对，所以我这张专辑一大半都是我自己写的。爱上什么？抱紧你，我为我忘不忧。所以你给整张这个专辑定了一个什么概念呢？概念其实。我们这专辑所有的歌都还没有完全成名出来，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主题概念。但是其实我只能说就是，我这张专辑会跟我去年那张专辑，跟我第一张专辑变化差别还挺大的，我自己觉得。对。卡西莫多的礼物变化。对对，跟卡西莫多的礼物变化还蛮大的，差别很大，因为我第一张专辑是。就是卡西莫多礼物那张专辑，它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孤独，然后小人物的一个感觉，就很明确，对，很明确，然后会让人觉得就是知道，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其中一面。Meaning
this is the end. So guys, have a great day. Be positive in your life. And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 Indian Reaction. I need you guys. So share my video with your friends and like my video. That's it. Bye bye. Have a great day.